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首先，我们请林委员得福。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前天呢、这个在整个陈抗示威者，这个他们在年改过程当中啊，我认为说，这个必须哦，这个要有所节制哦，因为这个那改革者也不要去得了便宜又卖乖，因为反年改团体因为不满军人年改公听会草草的结果，在立法院呐、遭爆发这个速度的流血冲突，那包括民众、警察、记者啊，上百人都受伤哦。那当然，这个示威者是认为因年改，这个被砍而心生愤怒，其情绪外界可以理解哦。但是这个任意的发泄到不管是警察、记者或民众啊，我认为这个就是让自己好像沦为让社会大众不能接受哦。那但是啊，冲突过后，蔡英文总统在发表声明啊，宣称政府不会在暴力下低头，那并要求所有国人都站在政府这一边，共同来支持改革。其实，在这样的时机点，总统还在重申自己的意志啊，其实是并不是很恰当哦。那显得冷酷无情啊。相形之下，警政署长陈家清啊，说如果年改更好，他们怎么会走上街头，这样的说法是比较贴近人情啊，显得比较有温度。那我一直认为说，在前天的这场公听会啊，那执政党的官员啊，拿着预领好的这个稿子哦，那以走过场的方式，所谓的沟通是，那绿营的召委未给予公听会代表充分的发言的机会，那试问民进党把话说清，这个有什么难吗？倾听人民合法合宪，却卑微诉求的机会都不给，这是什么心态？这不是威权互庇吗？是什么？这不是蔡英文式的法西斯统治是什么？军中弟兄合法权益被民进党打压无处表达，才在立法院外围啊如此混乱的主因，那民进党必须负最大的责任。民进党执政以来不断制造对立，从蓝绿对立到世代对立，再到性别认同的对立，现在又在职业别上企图以不同的退休标准来激化彼此的矛盾，不是在解决问题啊，是在扩大问题，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将问题复杂化。但现在只要不服从民进党意志，都把打成反改革，这不是阶级。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是教育部部长预告，就是今天要对台大准校长管中闵聘任案做决定的这一天。我想教育部卡管已经破百日，我们从这一百天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千奇百怪。同时，现在外面传出来的就是说，教育部准备用管中闵未揭露兼任独董违反行政程序法回避整个的状况而正式的把管。但是我要提醒教育部，第一个也就是阳明大学校长郭旭聪当选的时候，跟他的遴选委员会的召委张宏仁也同样是某盈利公司的董事，
但是教育部当时认定合法而直接聘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同时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也提出来，法务部曾经函示，也就是说校长遴选的聘任适用并不能用行政程序法来卡住，所以这两件事是教育部必须要认真去面对的。我们从最近新任的教育部长，他从上任到最近 到这几天，大概有几件事情：一领薪资，同时也是中国通，更重要的，他还把东华大学资源在美国开设的斯佩恩公司担任董事、股东等重大的争议，也引起一定程度的政治风暴。同时也有许多的民调也显示出，有这么大争议的教育部部长根本是不适任。在这样的状况下，由他来决定要把管，这不是一个很可笑，而且也是双重标准，我想全国的人民都不会接受。所以本席在这里提醒教育部的部长，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请悬崖勒马，给校园自主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也给高等教育能够往上提升的力量。我想这么多的教授，也这么多的学者，同时也这么多的法律界的朋友，都提出这么多的见解给我们的教育部的时候，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备受争议的教育部长把手伸回来，自己去做自己深切的反省之后，给我们整个校园自主，给台湾一个往上提升的机会。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淑华。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4月25号，外交国防委员会针对军人的年改进行公听会，退伍军人团体呢，同时也还在场外持续的抗议，期盼蔡政府能够做更多的思考，用沟通，用智慧，替我们年金改革呢，能够找出更好的良方，而不是用独裁暴力的方式强行推动，甚至将抗议的抗争的军人呢贴上反改革的标签，煽动冲突对立，这样只会更加的撕裂我们的社会。军人一辈子的青春呢，奉献给国家，捍卫国家、宪法、民主的自由，将人生的精华都奉献给了部队。但是除了少数有机会可以晋升的之外，其实都面临壮年必须要被迫退休的窘境。然而因为职业的特殊性，退伍军人、士官兵大部分只能够在工时长而且工资不稳的保全、保险、保安这样子的三种三保的这个工作里头去做他的谋生工作。所以由此可见呢，年金是退休退伍军人他养家养老的基本保障。那么依照我们政府的规定呢，我们依法呢，政府要负起最后的支付保证责任。现在我们的政府呢，带头违法，将基金运作不善的恶果转嫁给退休军人来承担，逼得我们退伍军人呢，为了捍卫自身的权益跟尊严呢，也只能够走上街头去进行陈抗。目前蔡英文政府呢，在上节目的时候呢，他自欺欺人的表示，年改有利于募兵，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愿意考虑去当军人，将军人作为生涯的选项，募兵并没有不足。我想说这些话真的叫做自欺欺人，而且无视国军志愿役的人数距离部队能有效发挥战力的90%标准，我们还有30000个空缺。难怪呢，网友会讽刺今年超级干话王的第一名就是蔡英文，找不出第二人。有这种失信于军人的政府，带头污名化军人的政府，擅自乱改军人退休金的政府，谁敢去当兵？谁敢以军职为人生的志业？
所以本席在这边呼吁蔡政府应该要悬崖勒马。年轻的制度纵然有检讨的空间，但是也不应该恣意的推翻宪法，不溯及既往以及信赖保护的这样的基本精神跟普世的价值，否则我们政府呢将会失去广大军公教的向心力，社会的支柱如果崩毁的话，我想我们国家将会永无宁日。在这里我们再次的提醒蔡政府。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廖委员郭栋。院长，各位同仁，今天全球瞩目的焦点呢，都在南北韩的领袖在今天要正式的会面，握手，会不会言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我们的金正恩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定见，随时会改变，随时会做新的决策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但是在全球所有的人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都觉得他不是玩弄，而是在所有的强权当中游刃有余，游刃有余。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两岸关系的时候很值得参考的一个地方。两岸关系从过去在敌对，然后走向稳定，是经过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民进党执政之后，整个两岸关系急转直下，那么最近呢甚至恶言相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阿扁时代乃至进入蔡总统的时代呢，口里说的是不变，什么都不变，但是作为上完全是背道而驰。尤其最近我们赖院长讲了几句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的一些说法，我个人认为那是非常不必要的，非常不必要的，甚至把台湾的2300万的民众变成绑架在他的手上。我个人非常的反对赖院长一再的把台独放在口中，我觉得陷台湾人民于不义。重要的是台湾的同胞也必须要理解，必须要认真的思考，美国真的是台湾的靠山吗？日本真的是台湾的靠山吗？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所到之处遍地烽火，民生凋敝，甚至战火之后呢，重建难困难呢。你看看阿富汗，看看伊拉克，看看现在的叙利亚，哪个不是因为在美国的介入，然后不单单是烽火连天，人民的生活都已经过不下去了。所以不要以为美国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必须要检讨这个政策。谢谢廖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好，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过劳查不出，劳检弄死给”。4月23日清晨二，有两名国道警察在国道路间执行拦检勤务时，遭大货车追撞，当场造成3个家庭支离破碎。本席在此表达最深沉的哀悼。这次的事件凸显出我国劳工过劳的严重性。事后警方检查报告显示，肇事的司机驾驶并无酒精浓度的反应，而是因为连续上班22天班没有休假，
而且其中7天工作超过12小时，太过疲累打瞌睡，才会酿成了这起不幸的事故。这十几年来，各先进国家对保护劳工法令的修法方向，不是越来越严格僵硬，反而是日益宽松弹性。但是蔡政府的修法反而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解决过劳的问题，反而演变成劳资双输的局面。新任的劳动部的部长许铭春上任时，曾信信旦旦地表示要落实劳基法，并且要严格地执行劳检，但这次驾驶造货的公司就位于花妈执政11年、人称幸福城市的高雄，违法的记录是恶名昭彰。为何高雄市劳工局可以一再的纵容？本席也发现，其实在陈局执政的11年来，劳工局的劳检率只有6%，但是号称说执行率是超过134%。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当初定的标准就是太低。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本席希望劳动部长以及高雄市长现任，而且是前高雄市长现任总统府秘书长的陈菊，应该出面解释，给全国广大的劳工一个交代。眼下最大的难题，出事的时候都是肇事驾驶本人要负起刑事的责任，但是对于违规的雇主，在台湾只有行政的罚锾，不需要负刑事责任才是罚不怕的最大主因。国外对于职业驾驶相当的严格，因职业驾驶的身心状况涉及到公共的安全，也就是疲劳工作后的危险性，不仅是危害到本身的健康，也会有害他人的安全，所以同样是会严格的约束雇主或者是事业单位。蔡政府在二度修法后留下这种种的漏洞，连最基础的劳检都未能落实，劳工的权益毫无保障。本席要呼吁蔡政府不要只会光说不练，否则后续还不知要发生。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自扬。主席、各位同仁，麻疹的疫情不断的延烧，现在确诊人数啊已经达到9年同期的一个新高。有的民众担心在旅游的期间可能会被感染，想在出国前施打麻疹疫苗，没有想到跑遍桃园的大小医院、诊所、卫生所都没有任何麻疹疫苗可供施打。现在连自费麻疹疫苗也完全断货，我们现在才发现我们的疫苗竟然是零库存。至于疫苗什么时候会备足呢？我们的卫福部长陈时中说，可能要等到1个月以后。大家都常常在讲，防疫视同作战，那我们的前线竟然连子弹都没有，要怎么作战？难道我们只能靠不断的监控跟追踪已经感染的民众来抑制麻疹疫情，是这样子吗？这样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再看看上个月，卫福部陈部长因为政治的因素，他推翻过去自己的决议跟承诺，将今年年底原本规划为了提高民众流感的免疫力所推动的4价公费流感疫苗，又改成维持打3价流感疫苗。以现在疾病管制署处理麻疹的这种低落的效能，我非常担心，万一年底又猜错了病株，是不是要造成流感的大流行？到时候弄出了人命，谁要负责？我要提醒部长，桃园是作为国门之都，所以麻疹疫情是首当其冲。如果没有办法控制机场、航空公司人员的这相关的疫情，恐怕会加剧整个桃园市的麻疹疫情的散布。到时候不要搞得防疫视同作战，桃园却没有任何子弹，
将漠视桃园人的身体健康。本席在这里提出三个提醒：第一，疾管署有必要针对机场加强入境的检疫，且桃园市政府也应该积极推动防疫的工作；第二，我要求麻疹疫苗应该优先到桃园，尤其在机场这一块，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施打，避免更多的民众被感染，导致疫情扩大；第三，务必将医护人员及机组人员列入优先施打对象，也将到疫区出差、观光、旅游、探亲的民众列入优先施打的对象，请中央、地方充分合作，做好横向、纵向的联系，防疫视同作战，请给桃园多一点。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伪教育部长真卡管打手吗？伪教育部长真卡管打手吗？新任的教育部长从宣布人事到今天为止，他的争议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跟连续剧的八点档一样。到现在已被爆料出来的争议案之多啊，包括双重国籍案、违法附录案、请假逾时案、违法兼职案、专利授权利益冲突案等等，争议之多，可以说一眼看不完，暗暗相连到天边。自从新任的部长上任以来，监察院也忙到手软，每一天都有人去检举、去爆料。现在被爆出来这些争议，难道就只有这样吗？我想，至今也没有人可以保证。按照民进党过去检视马英九时代的政务官的任何一个事件，都足以天摇地动，让他下台。现在每一天监察院都非常热闹，都有人来要求弹劾纠正吴茂坤，直到昨天都还有东华大学的教授专程北上到监院来检举他。不但如此，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操守问题，每当被爆料的时候总是先否认，赌你查不查得清楚，等你查得清楚之后再来说，然后又爆出另外一个如同挤牙膏似的，你挤出多少他才承认多少。这种诚信就是隐匿事实、公然说谎。台湾的教育何时如此的低贱，能让一个不敢承担过去自己所做的所作所为的部长来担任？这对我们全体的教育人员、教授、老师、学生、重视教育的人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侮辱。身教重于言教，这样的部长已经失去诚信，他的身教没办法教育全国的莘莘学子，做了一个最坏的榜样。今天教育部宣称要处理卡管案，新任的教育部长连自己的争议都还没有处理，就急着要做民进党的打手来处理卡管案，自己的胡子还没有刮干净就要刮别人的。教育部长吴茂坤已经不受到人民的信任，身上带有太多的争议，就算现任的部长有权处理卡管案，但是他已经说过太多的谎，信用破产，由他来处理卡管案完全无法让人信服。请蔡总统、赖院长想清楚，立刻撤换教育部长，否则我们等着看还会有更多的爆料来惊吓全民。谢谢。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院长、各位同仁，我今天的国事论坛的题目是“环评不透明，早教不正义”。强化公共参与、搜集与决策相关的争议议题是过去在野党民进党一贯的主张，而执政党开放更是蔡英文重点政策之一。但是我们看到认知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的沟通
只是单方面的沟通，对于陈情团体的诉求更是只字不理，或者是直接拒绝沟通。在环保的议题上更是如此。民主政治不单只是选举，更重要的是公开对话与公开透明。蔡政府找上环保律师詹顺贵担任环保署的副署长，让外界一度以为环保署会硬起来，强化环评的机制。从大潭电厂的扩建案到深澳电厂扩建案与新建天然气第三接收站，至今外界争议不断。相关程序的处理，包括多杯孔珊瑚保育以及专家小组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都悬而没有解决。相关的争议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在这一次，今天特别是针对于天然气的接收站，更是把沟通的大门直接关上，开闭门会议。对于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相关的意见，又是再一次的闭门不听。我们更担心的是，前一阵子深澳电厂在整个环差会议所造成后续的争议跟它的程序正义，现在都还没有解决。今天是不是再一次的环保署的环评会议、专家学者会议，又是一个先射箭再画靶，打算只聚焦在几个未来他们有可能处理的议题上，但是对于学者专家环团所提出来的很多的争议，他们就不打算把它放在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法里面。我必须再一次的提醒民进党哦，如果过去执政的时候，他的很多理念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完全执政之后的民进党，过去无论是对于劳工的议题、食安的议题的坚持、环境保护的坚持，都可以再一次大法夹弯的再一次转弯，人民终究会唾弃这样子的政党。对照过去，蔡英文曾经到桃园观潭去，曾经强调说这些藻礁是台湾珍贵的资产，但是现在对于环团也好，大家坚持过去，大家会觉得非常的诧异，怎么过去的坚持理想执政之后有一个这么大的不同。我们再一次提醒民进党，现在对于深澳电厂相关的争议已经产生大家很多不同的看法，也希望后续的争议不要再一次的发生。谢谢李委员。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78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4月20日上午9:01至10:50，4月24日上午9:00至9:14，下午5:01至5:08。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吴委员秉睿等111人，请教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一案至第五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二案至第八案均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九案至第十四案均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
第十五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二十案、第二十二案均暂不予处理。第十六案、第十九案、第二十一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二十三案决议函请行政院及考试院延处。第二十四案决议，以上四案均定期处理。其他事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二十七人拟具自来水法第十二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二十七人拟具农村再生条例第二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九人拟具政府资讯公开法第六条及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九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六人拟具平均地权条例第四十七条及第八十一条之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六人拟具《地政事法》第五十一条之一及第五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六人拟具《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七人拟具《营养师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十六人拟具《农村物保险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江荣昌等十六人拟具《监狱行刑法》第八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请与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六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九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与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与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二十人拟具《终身学习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与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十九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与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十七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交通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余文如等三十三人拟具《促进境外资金回国投资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周贤秀小等十六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杨振武等十六人拟具《证券现金法》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杨振武等十八人拟具《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杨振武等十九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十七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七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十六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及第一百五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案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郭正亮的十六人列举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郭正亮的十七人列举企业并购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郭正亮的十七人列举证券交易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的十六人列举电信管理法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的二十人列举儿童及少年储蓄账户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经付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做以下决定，经付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下案。第二十九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军人抚恤条例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公共债务法第六条及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公务人员退休资权抚恤法修正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条文及增订附表三之一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列举医疗器材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十六人列举公文城市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张宏禄的二十二人列举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张宏禄的二十人列举行政院资讯总处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张宏禄的十九人列举行政区划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李立芬等十八人列举数位通讯传播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列举证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四十余人列举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修宪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吴秉睿等二十七人列举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杨耀等二十二人列举渔业法第五十九条之一及第七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二十人列举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王荣昌等二十九人列举法律扶助法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罗世胜等十七人列举劳工保险条例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十九人列举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七案本院委员施一方等十九人列举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十八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十六人列举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七条及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往会议间，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第四十九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的十六人邻居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及第六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第五十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的十六人邻居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八十四项第五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进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一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的十六人邻居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六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二案，本院委员陈学胜的十九人邻居学生团体保险法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三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六人邻居性别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四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六人邻居空气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五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五十六人邻居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二十二条附表一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案，本院委员吴思瑶等二十八人邻居私立大专校院转紧急对程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七案，本院委员王荣章等十六人邻居行政法人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本院委员王荣章等二十人邻居税捐稽征法删除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本院委员王荣章等十八人邻居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与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三十人邻居国际法第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与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一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三十人邻居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一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与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本院委员刘志正等十六人邻居政府采购法第十一条之一及第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三案，本院委员刘志正等十六人邻居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条及第八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四案，本院委员刘志正等十六人邻居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五案，本院委员罗志正等十六人邻居工业财政放心条例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六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八人邻居公司法增订第二十二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七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八人邻居公司法第一条及第三百九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八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十七人邻居性别平等交易法增订第二十七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九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十七人邻居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邻居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七人邻居科学工业园区设施管理条例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邻居性别平等交易法增订第三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三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邻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第三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予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四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九人邻居公司法部分条文修正
郑草文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例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第七十五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第七十六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第七十七案，本院委员周贤秀霞等二十人拟具电信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八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十六人拟具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经济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九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二十五人拟具电信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十六人拟具电信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一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八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六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二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六人拟具文化内容策进院设置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交通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三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六人拟具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四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九人拟具学生及幼儿团体保险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五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十八人拟具社区大学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六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十九人拟具商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七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十九人拟具行政区划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八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七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八十九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六人拟具环境影响评估法第十六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六人拟具国民年金法第三十条及第五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一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一人拟具高级中等以上教育阶段学生及幼儿园幼儿保险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二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公司法增订第一百七十三条之一及第二百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三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六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四案，本院委员周孔昭等三十七人拟具劳动事件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五案，本院委员徐益仁等十六人拟具无人载具科技放任与创新实验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经济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六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拟具社区大学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七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七人拟具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八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九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一条及第九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九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十六人拟具律师法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十六人拟具律师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一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增订第四十五条之一及第五十三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会议进行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
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2，本院委员许淑华等16人拟具《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3，本院委员许淑华等16人拟具《传染病防治法》第28条及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4，本院委员林立成等23人拟具《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5，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7人拟具《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草案》进行审议，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05，国民党党团提议进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6，本院委员陈怡杰等20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77条及第97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7，本院委员陈怡杰等21人拟具《幼儿教育及照护法》第8条及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8，本院委员陈怡杰等20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14条及第53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09，本院委员陈怡杰等24人拟具《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置条例》第3条及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2，本院委员段英康等19人拟废止《国府林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1，本院委员段英康等19人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有异，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2，行政院函请审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3，行政院函请审议《学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4，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开发行为应实施环境小评估项目及范围认定标准》，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5，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环境影响评估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及第12条附表一、第19条附表二，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6，考试院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司法官考试及律师考试学年薪通盘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7，考试院简送住籍、同志伴侣、公务人员亦享有婚嫁等权利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117，国民党党团有异，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作如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8，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家文官学院考试委员不应担任文官学院讲座及阅卷及审改善做法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19，考选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高普考考科更改之计划与时间表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0，考选部简送针对律师考试规则部分条文修正内容及应即刻与外界充分沟通说明，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1，考选部简送司法官律师考试具体改善方式及其成书面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建内勤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
第120案高雄部检送提户编制及审查之严厉更新结果，程序王会见年检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3案立法院秘书长郝伟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本院单位预算决议事项之书面报告，程序王会见年检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4案立法院秘书长简送立法院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所提决议事项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年请委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5案国防部海委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军人保险相关法制研究作业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年请委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6案法务部海委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矫正署决议一冻结第二目矫正义务3码委员报告，程序委会意见，年请委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127案，法务部检送台湾台中地方委员检察署就台中清泉港渡平安之专案报告，程序委会意见，年请委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处理。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报院会报事项第128案至第148案。第128案至第148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48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28案，财政部函为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一般行政项下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后预算1/1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29案，简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国有财产业务项下一般事务费预算1/10书面报告。第130案，财政部简送冻结国有财产署一般行政项下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1案，财政部简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业务项下计税业务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9案，财政部检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业务项下关务服务资源整合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3案，检送冻结关务署长期业务之水电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4案，财政部检送冻结关务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国内旅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5案，检送冻结关务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教育训练费预算1/5书面报告。第136案，检送冻结赋税署租税教育与宣传及健全风气经费之一般事务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7案，简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义务项下关税资料处理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8案，简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义务项下计税义务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39案，简送冻结关务署一般行政项下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0案，简送冻结关务署人员维持之奖金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1案，简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临时人员酬金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2案，简送冻结国有财产署一般行政项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3案，简送冻结关务署长期业务之杂项设备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4案，简送冻结关务署抗议购物货柜检查仪四部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5案，简送冻结关务署机动式货柜检查仪8部维护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6案，简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义务项下通讯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7案，简送冻结关务署台中关 X 光行李检查仪维护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48案，简送冻结关务署一般行政项下设备及投资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请宣读第149案。第149案，财政部简送冻结赋税署庆祝税务节表扬优秀及资深税务人员等相关经费预算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年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办案会报事项第150案至第172案，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
第152财政部环卫办厘清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其中动请国有财产署南区分署一般行政项上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后预算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1案，解松冻结关务署查系业务之杂项设备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2案，解松冻结关务署一般行政项下国外旅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3案，解松冻结关务署 CSI 半固定式货柜检查仪二部维护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4案，解松冻结关务署一般行政项下通讯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5案。解松冻结关务署长期业务之杂项设备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6案，解松冻结关务署基隆关 X 光行李检查仪维护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7案，解松冻结关务署一般行政项下保险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8案，财政部解松冻结赋税署租税教育宣传及健全风气经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59案，财政部解松冻结国有财产署一般行政向上杂项设备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0案，财政减送冻结关务署海运 X 光货柜检查仪太旧换新计划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1案，减送冻结关务署台北关机场驻 X 光行李检查仪维护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0案，减送冻结关务署查缉业务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3案，减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业务向下查缉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4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5案，解松冻结关务署机动式货柜检查仪特殊零组件替换经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6案，解松冻结关务署 X 光行李检查仪维护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7案，解松冻结关务署基征业务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8案，解松冻结关务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物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69案，解松冻结赋税署租税教育与宣传及健全风气经费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70案，解松冻结关务署基征业务之国内旅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71案，解松冻结关务署关税业务向下基征业务之物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70案，解松冻结关务署一般行政项下机械及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请宣读第173案。第173案，财政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松冻结赋税署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资料库及应用系统建制经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内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74案，财政部解松冻结关务署关税业务向下机械设备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内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5案，财政部解松冻结关务署长期业务是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内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6案，财政部解松冻结关务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是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内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77案，财政部解松冻结赋税署汰换更新无实体电子发票专属奖 K 奖设备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内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全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报员会第报事项第178案至第202案，请依序宣读。宣读后，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78案，财政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松冻结赋税署赋税业务向下税务稽核及稽征业务经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79案，解松冻结关务署查缉业务之业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80案，财政部解松冻结关务署稽征业务之水电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81案，财政部解松冻结关务署查缉业务之一般事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80案。
减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义务项下计征义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第183案，减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义务项下关税资料处理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新安排报告第184案，减送冻结关务署关税义务项下房屋建筑及设备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新安排报告第185案，减送冻结关务署高雄关 X 光行李检查仪维护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新安排报告第186案，减送冻结关务署辖区业务事务品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87案，减送冻结赋税署赋税义务项下税务行政管理经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88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办理国有非公用财产及待处理土地之让售及让售或标售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89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业务项下国有财产电脑化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0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管理处分之通讯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1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管理处分之资讯服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第190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被占用国有非公用不动产加强经理计划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3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业务项下国有财产电脑化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4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接收保管之临时人员酬金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5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办理国军老旧眷村改建国有不动产估价及标售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6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业务项下国有公用财产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7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电脑化业务之资讯服务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8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办理国有非公用财产出租换约及租金缩小的业务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199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业务项下国有财产跟改良利用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200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国有财产业务项下国有公用财产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201案，减送冻结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电脑化业务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预算五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第202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冻结金融监理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请宣读第203案。第20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会决议14书面报告审讯委会建议，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全委有异，无异通过。第20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强化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专案报告审讯委会建议，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全委有异，无异通过。第20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对金融业国外分支机构处分机制加强建立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审讯委会建议，请予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20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送该会2007年度预算所附决议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207案，行政院函为依据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5条第3项之规定，请本院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6位担任下届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财讯委会将年请与会提报筹议党团协商会议处理。全委有意，无意通过。发言会第208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209案到第213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个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208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有关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处理完竣。第209案至第213案为本院内政、经济、财政、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审查。第214案至第219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江委员启程、蒋委员乃兴、陈委员欧博、赖委员施宝、李委员燕秀、周委员春明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第222案为本院议事处汇报各党团参加本第9届第5会期经费稽核委员会委员名单，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黄委员赵顺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46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蒋委员南兴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57件。宣读完毕。
报院会现在进行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之行使事项，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刑法之内政两委员会于107年4月23日举行联席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召集委员段盈康担任主席，邀请被提名人江惠民及房屋部次长列席接受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后进行询答，既由委员吴志扬等提出询问及书面询问，均由被提名人江惠民答复后完成审查。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盈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盈康补充说明。好，不说明。报院会现在对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同意权之行使进行投票表决，有关同意权案之相关事务工作均循律办理，设置圈票处4个，票轨2个，由各党团推派1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报院会在投票表决之前做下列2项宣告：一、投开票监察员由民进党党团推派张委员洪禄，国民党党团推派吴委员志扬，时代力量党团推派洪委员慈庸担任，亲民党党团不推派；二、投票截止时间为上午11时50分整，如全体委员于上午11时50分前均已投票完毕，则提前开票。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投票所，并请投开票监察员执行监察职务。好，我们现在清点选票。好，报院会现在所有的投票所的布置已经布置完毕。那么为便于领票及投票，领票时请各位委员分区领票，
编号在第一号至第六十号，请至南区领票。编号第六十一号至第一百一十二号委员，请至北区领票。投票时，两侧欢迎台各设有一个票柜，均可投入。现在，请各位委员开始分区领票及投票。
报告院会，距离投票截止时间就是上午11:50，还有3分钟，请尚未投票的委员，请赶快投票。报院会，投票截止时间已到，请按铃，并请工作人员布置开票所。好了吗？好，好，立法院行使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同意权投票表决发票报告书
领票委员87人，未领票委员25人，合计112人。中华民国107年4月27日，洪慈庸、张宏禄、吴志阳。现在开始开票，并请开启票柜，并整理同意全票。好，现在进行检查总长同意全票之唱票，请开始。开始唱票。同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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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同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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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一票。不同意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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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票一张。无效票一张。那个，可以看一下，这张怎么是最后一张？最后这张。无效票一张。无效票一张。好，别好了。好，我先稍坐一下哦，等下签票掉。请稍坐一下，等下签票掉。报员会现在报告投票表决结果。立法院行使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同意全投票表决结果。江惠民同意票84张，不同意票1张，无效票2张。决议江惠民获得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票，同意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中华民国107年4月27日，张宏禄、洪慈庸、吴志阳。报员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20:30继续开会。现在休息。
办案会现在继续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各党团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办案会国民党党团撤回首提变更议程之提议，所以不予处理。亲民党党团撤回首提变更议程之提议，所以不予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九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十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内容如下：第一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修正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48人及委员许玉仁等17人分别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二案，委员许玉仁等17人拟具民法第1138条及第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员参议员等18人拟具民法亲属编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家事宪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那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请按铃。
好，请问在场的委员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3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十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五案，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莹等16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5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20人拟具医疗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4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3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十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六案，内容如下：有鉴于时代力量党团已于2016年6月13日正式提出《中华民国宪法》第130条条文修正草案，并于同年6月17日院会完成议读程序，且无论是总统于去年10月10日国庆典礼上之发言，与朝野各党团之呼吁，均希望尽速展开修改工程，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本会期第五会期结束前，由院长筹组修宪委员会，针对各委员会提出之修法、各委员会提出之宪法修正草案、修宪程序及议定议程制定等进行实质讨论及审查，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
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1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五会期第10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7案，内容如下：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廖万健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1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五会期第10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下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郭委员郑亮、张廖委员万坚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1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期第10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校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姚委员文字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1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期第10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校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高路移用委员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赖委员瑞龙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2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5会期第10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校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第60条之一及第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自财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2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9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五会期第十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将校表所列之提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历史争议与权力回复法草案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交付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2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五会期第10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请列案如下表20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无异，做以下宣告：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首提复议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五会期第8次会议三读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第2条之条文之决议，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42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本案经第五会期第9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报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首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王委员定于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肖委员美琴、罗委员致证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1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决议：国民党党团首提复议案不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2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首提复议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三读通过《关税法》第十七条、第八十四条及第九十六条条文之决议，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本案经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报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五十八人，赞成一人，反对五十七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三读通过海关缉私条例部分条文之决议，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本案经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报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五十八人，赞成一人，反对五十七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决议：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不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案由。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之决议，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本案经第五会期第九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报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1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奏以下决议：国民党党团手提复议案不通过。花园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5月1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现在休息。